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威伯。今日咧-15度啊，咁但系咧都要接个仔放学噶。今日就同我一起去到喺-15度之下咧接阿 Miles 放学。睇下佢喺咁冻嘅天气之下咧放咗学咧，仲会唔会想玩盐翻屋企 ？Let's go。今朝早咧-16度嘅，而家咧晏昼可能出咗太阳咧，就凉咗少少，凉咗1度，-15度。每日咧 ，Miles 都会咧一出嚟就一定要玩10分钟或者半个钟公园嘅。睇佢今日咧会唔会咧自己都觉得冻啊，所以咧就唔玩公园。咦，佢出嚟啦，仲玩唔玩啊 ，Miles？ 玩，仲玩。-15度即系点解咧？-15度即系咧，平时你超级市场嗰啲雪柜嗰度咧，你见到嗰啲雪糕啊 ，Giant 啊 ，Haagen-Dazs 啊，牛奶公司一盒嗰啲雪糕咧，上面咪啲雪霜嘅，即系一层薄薄嘅雪喺度咧。咁而家咧就系咧，成个世界都系咁啊！你睇下地下嗰啲雪咧，我谂我咧再企多一个钟度咧，我都会变咗盒 Giant。你而家睇我只手系咁样。即系好似咧，你打开个雪柜，然之后咧，将只手咧夹硬摆入去，摆好耐喺个风口度吹。但系咧，如果你在香港打开个雪柜咧，可能要有10分钟咧先有嗰个效果。但系而家我咧系将只手喺个衫袋度拎出嚟咧，就有咁嘅效果啊！系啲寒风系渗入嚟，而嗰啲系手指咧系赤赤地、痹痹地痛啊！唔系冻，唔系痛，系冻啊！所以你成个人系入咗雪柜咁，好似哇！但我唔知道点解咧，啲僆仔仲喺度玩。而家佢哋就喺度玩啦，大佬。我咧，我就要企喺度等佢哋玩。咁都要等噶。咁等佢识下朋友，同埋等佢发泄下啲精力啊，跑嚟跑去啊，咁样咧。佢今晚就好瞓啲，同埋应该佢哋咧小息咧都会照出嚟嘅，因为呢度咧，佢系唔怕你冻嘅，小息几冻都好啦，落晒雪都好啦，佢都要你一定出去室外嗰度玩，跑圈或者同啲人追下追下，爬一爬，碌下碌下，垂下垂下咁样嘅。我谂佢哋会锻炼到一个好嘅身体，抵能嘅身体，但我咧就要企喺度等佢。玩多5分钟之后咧就走啦。其实我 OK 嘅，因为咧呢件衫咧系都几抵得暖，好似成个睡袋咁样咧着咗喺个身度。呢件系喺香港，都系香港买，不过好贵，4000几蚊、5000几蚊，唔记得咗，总之几千蚊啦，好贵。喺呢度买咧就冇咁贵嘅。老书包，你嗰2樽嘢变冰水啦。So，面都红埋，呢条系咪雪糕嚟噶？唔系啊！今日小息会唔会出去玩嘅？会啊！都系咁样咁大雪，成班人都出晒个。仲加咗时间添。仲加咗时间。系啊！我想问，如果佢不过但系我就冇加到啦，因为你哋冇帮我准备个手套，所以我就要5分钟先可以出去。哦，因为冇手套。而家先系10分钟啊！因为冇手套，所以唔准出去玩嘅。系啊。咁我想问咧，如果我想问，如果有啲人咧想留喺个班房度，因为太冻唔想出去玩，得唔得？得噶，都得噶。不过就唔可以做嘢咯，就可以睇书。我真系冇咁近。都 OK 啊。吉噶圣诞树咁样。唔系，好似咧睇完啦。
弹嘅，弹嘅，只手痛。我知道好靓，因为快啲行好冻啊喂。我唔知点解佢觉得唔冻啫，后生仔就系咁，一个火炉咁，后生仔九岁就系咁，一个火炉咁。手都僵埋啊，唔冻，真系唔冻喎，我啲手系。好啦，今日分享嚟到呢度，如果你中意我嘅片嘅话，请你 like、subscribe 或者留言，拜拜。眼前会有雪啊，你开门啊！